这次的心情啊，不亚于上春晚的心情，相当相当的激动。因为咱们我要上春晚给我们这次机会很难得，11年的回顾，大伙儿看到了我们的精彩，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上次是非常的紧张，也想争第一啊第二，这次呢我们不是，我们就是把我们中国老年人的风采再一次展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看看我们中国老年人现在的精神面貌，我们的生活的幸福，我们的美满。所以说看到老年人的生活了，也都看到我们祖国在强大在发展，我们也有梦。我们把我们的舞蹈融入了新的元素，让我们的舞蹈早一天走向世界，我们心里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们唐山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俏夕阳舞蹈队希望我要上春晚的所有选手表现得更精彩更突出，我们要为他们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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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